在追求真理才是现实的，认识自己的败坏本性是现实的，明白真理脱去败坏是现实的，今后本分满足神是现实的，进入真理世界活出真正人样式，这是现实的，是现实的，爱神顺服神见证神是现实的，神要的是这几方面的果效，那些摸不着看不见的事研究它没有用，都与现实无关，与神做工的果效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真正聪明的人，他的态度是：我不管神怎么做，神怎么对待我。不管我败坏多深，人心如何，我只管追求真理，追求认识神。只有认识神了，才能解决败坏心情，才能解决败坏心情，才能达到尽好本分，满足神心意，满足神心意。这才是唯一梦拯救的路。